爸爸帮你切。好吃。首先我们要开这个摊，来试车。这个是倒哪里的？这个倒这边它。这个是放下去先的，放下去先的，要打开放下去先的。哦。它会煮鸡蛋样啊。啊哈。帮我看一下。还要把这个不要倒出来。我定 candy。哎呦，这个放进里面鸡蛋，这个。来。香肠也看不到。耶！首先我们要放这个进去。Topping candy。Candy 还是 candy 啊？我不懂。Candy。Candy， 还以为你是蜡烛啊 ，candy。蜡烛。好的啊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打开，把爸爸整给一打，爸爸帮我打不开，好难打开呀，差一点，爸爸帮我开一下，开不到，那我们要弄啥？我要看吃对不对？对对。倒下去是吗？啊？倒下去是吗？啊，倒下去。哇！哟，真的有声音啊！对呀，真的有的。你煮鸡蛋呢？哦，煮鸡蛋，拿汤匙这样子煮。有啊。OK。姐姐，我不会。嗯，你要把鸡蛋放下去。放下去哈，一二三。真的嘞，哥哥。煮鸡蛋。倒反，弟弟倒反过来。好吃，很香。爸爸，我不会炒反过来。嗯。我不会。不用，哎。来。哇，真的有声音耶。嗯，可以吃了。爸爸，我的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，试看试看，好吃吗？啊！你去给妈妈吃一口，第二你去给爸爸吃一口。哦。拿不到哎、欸！爸爸，这个纸袋包进里面。这个弟弟试看，爸爸帮你切。好吃。有没有拍照啊？嗯，照了没？
弟弟吃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妈妈一点看一下吗？可以呀。好了吗？好吃，爱的子。啊。对。会烧吗？不烧的。好吃这样子，两个一起这样子，好了。都随着西风渺渺远走，赤轮梦话我衷心的依托，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，星火燎原我热情的淹没，沉淀亮最灿烂的天空，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是爱恨交错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会自由。不是心扉，你矫情的面容都落印在心灵的角落，说我重新的结果，就像残破光秃的山头，蔚然天真我纯情的激动，成奔放最不同的节奏，不可收拾你来情的炮空，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，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，怕是怕结果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爱恨交错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，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会自由。